好，接下来是换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何可雄的表演了哈，所以我们要请我们何可雄的爸爸妈妈哈，赶快来到我们台前做准备了哈。哦，这个比较不一样了哈，刚刚我们看到的都是打击乐器的表演，这个节目表演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，是属于夏威夷舞曲，那一定是会给现场带来热情很有活力的感觉。那这个时候的现场状况的引导，就是爸爸妈妈除了掌声以外，当然啦，尖叫欢呼声一定是少不掉的哈。记住了，这里的场地非常的好，隔音效果非常的棒，大声的尖叫绝对没有人会当你是疯子，只会觉得你很投入。我会很感谢你们把我现场的气氛做得这么好哦，所以等一下不要憋住了，大声的叫出来都是可以的哦。
着，赶快赶快拍个大合照。好，跪着的人赶快跪着，双手举高高，哗啦啦。好，眼睛看爸爸妈妈，只有十秒钟哦，哈，赶快，十、九、六，没关系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请站起来，往前走，赶快到前面来照相，赶快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往前走。